这么看到的是咱36的聚龙镇哈。我们的龙镇呢，哦，一般本身的构造分为龙首、龙身跟龙尾三个部分。啊，由龙珠呢来引导整个龙镇的舞龙。那我们的身躯呢，以节来计算。一般常见的哈，我们刚刚有比较小只的是9节到15节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只巨龙呢，是36节哈，36节。那么呢，我们龙镇的伴奏演出呢，都是以锣鼓为主哈，来引导整个龙的一个表演。我们给我们的巨龙镇掌声鼓励。我们龙镇的演出哈，一般呢，在出场的时候是用小跑步，用 S 型的方式，好，那这一招叫做龙行八步哈。那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就是用小跑步的方式来做出场，那其中有 S 型的一个绕法哈。那我们先所看到的是龙行八步，那待会呢，我们将刚刚有看到一个将龙绕一圈之后，龙珠跟龙头在中间哈，行三叩首礼，这时候就叫降龙献队哈。那再来呢，会有演出的是哦，龙首跟龙尾呢，通过龙的中间呢，这招叫做龙尾穿龙哈。那很多的动作呢，都是舞龙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演出哈。好，我们再次热情掌声，谢谢我们的巨龙镇。